夠鐘嘅話就會有兩丁提示，超過12秒就會有2丁記下。詳細嘅賽規已經發布俾嗰個參賽學校。如果比賽出現任何問題，我哋嘅師傅會暫停個比賽，由三個評判嚟作出嗰個。咁請問在座位有咩問題？咁冇嘅話，依家由正方嘅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時間。比賽共識，所以接下來的比賽有乜同學唔需要解釋煙草到底有幾邪惡？
亦都有未來的願景。我分別同意香港成為無煙城市，單行量變提成立與否，必須審視方案能否最有利本港邁向無煙城市。而有關方案有兩大問題，不利香港處理吸煙的問題。第一，機制漏洞難以阻塞，難減吸煙新一代。政策方案只是禁止2009年出世的市民購買香煙，但禁止購買不等於沒使。方案並沒有杜絕轉贈或分享香煙，即有方口中的和平依然會繼續。政策推出後，記者訪問報販，他們就質疑不可以買，朋友請有個疑問，為何買煙犯法，食煙不犯法呢？再者，消費者根本沒有動機，同時難以透過辨識外表分辨年齡相差一至兩歲的人，而每次要求購買者出示身份證一定難以執行。要到2027年，我們不難想像到19歲或以上的人拿著合法買來香煙和沒得買香煙的人做朋友，甚至從事銷售工作。正如美國克林頓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所言，今天部分年齡人士購買，市場會出現為這個年齡層的消費者代購的服務，禁煙禁食根本難以杜絕吸煙的問題。第二，違背約章方向，煙草禍害蔓延數十年。根據衛生署資料顯示，本港每年大約有5500個因為吸煙導致疾病死亡。參考有方同學的方案，2008年出世的人可以持續為其後出世的人提供煙草，直至到本港最後一個2008年出世的人離世，才可以杜絕香煙對港人的禍害。根據統計處本港人均壽命統計約87歲，即最快都要長達80年才可以完成呢個禁煙大計，變相難有終局。而根據紐西蘭奧塔哥大學的 George Thompson 教授喺英國煙學雜誌指出，煙草終局是一個目標，結束煙草使用必定過程的最後階段。而有效達成煙草的終局，有兩大元素：第一，政府要有明確的意圖和計劃；而實現煙草使用流行率接近零。第二，定立達成目標的期限在20年之內。而有關同學未能真正有效令香港成為無煙城市，枉為罔顧市民健康。根據時任食衛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本港到2025年吸煙的人口將降到7.8%，故此我方倡議港府不斷加強現有的控煙措施，包括增加煙草税，以及30年煙民少於5%。到2035年開始推行實施全面禁煙，令香港邁向真正的無煙城市，並援引政府2019年有關電子煙吸煙修訂條例的草案，有關禁煙進口、製造、銷賣、分發、宣傳、令到吸煙產品的條文擴展到所有煙草的產品，一經定罪會判處罰款同埋監禁。參考現時政府處理大麻兩分的做法，必須於法例生效前銷毀或使用成年煙草產品，以針對難以戒掉煙癮人士，即提供免費自然療法，並審視技術發展引進新型替代品，令剩餘少數煙民戒煙。最後想問有方同學，既然煙的禍害咁深，點解仲可以容忍到未來超過80年仲有煙草禍害香港市民呢？多謝各位。方法，如有違规，供电一方随时可以指出，并应同可以。
過你哋嘅方案同我哋嘅方案都冇辦法解決呢個問題喎。但係你禁止呢個零九年後去買煙嘅話，係咪得咯？咁你都唔買煙啦。咁佢其實佢基本上接觸煙草呢樣嘢係更加少咯。我哋而家討論就係希望可以減少吸煙嘅人數咯，係嘛？就從而盡從從而慢慢去就去全民都。你話減少，不過減少，但係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途徑可以接觸呢啲嘅煙草喎。即係好似你都話，佢話減少，不過你嗰人哋俾你咧，或者人哋怂恿你咧，都唔同㗎。咁人哋俾你，你就要實在咩？咁你如果而家知道煙草有幫，都話係有害啦，咁你又會唔會食煙草先？咁吸煙嗰啲人都知道有害，不過佢就係想咗有冇辦法戒啫嘛。咁如果佢唔接觸煙草，係唔會想啊嘛。咁不過你係要知道嘅係唔可以接觸煙草啊嘛，不過你就接觸。就係因為話你而家呢條煙頭呢條線係實施咗之後，佢根本就接觸唔到煙草，人哋俾佢佢就要食，佢唔知道煙草都有害。你而家會唔會玩長期咧？咪做咗一個可能係世代嘅分隔咯。咁淨係可能煙草淨係老人家先會食嘅，咁你唔通你又食咩？咁咪過咗時咯，成件事。咁你咪唔接觸。咁我都知煙，我承認煙草有害，不過嗰啲。接觸到啲香煙嘅話，咁即係唔係無煙啦。零九年接觸到香煙。
佢係咪真係問咗個問題出嚟？係你覺得佢有意識去問問題先？我覺得有意識問問題，最後係答咗佢嗰個問題。點解㗎？因為真係冇問題啊！真係問咗先答冇問題。佢好似冇講話冇反問，即係我聽佢哋講話冇反問，但係我又聽佢哋 stop 咗佢。我係講佢講，我係講到有乜同學請你唔好反問嘅，我係講到嘅，即係佢問完問，我係講到有乜同學請你唔好反問。
實我哋第二嘅小朋友都可以繼續食煙。一個控煙督察見到一個零九後嘅人食煙，問佢包煙點嚟，佢可以話係朋友或者男朋友俾嘅。咁有方同學，你又可以點做呢？甚至香港依家都冇法律自制煙草，係咪喺屋企仲捲埋就食得咧？過年麻煩嗰陣時，去旅行一次過帶兩口人又得唔得咧？但如果一刀切唔食得，就好似依家港府對大麻嘅取締咁。銷售、藏有、使用都是違法，根本就不存在咩背食地帶。再者，今日港府對於煙草的態度到底是點呢？根據翻資料，本年度六月，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聯同超過190個社會各界代表簽署煙草中國嘅章，攜手倡議政府制定煙草中國嘅策略，個吸煙率降低至5%以下，繼而全面禁煙，終止煙草流動及禍害。今日有方同學其實擔心。以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研究亦都指出，真心支持全禁，70%嘅香港市民都支持15年內全禁所有煙草產品。所以其實見到依家成個社會嘅共識都係盡快全面禁，而唔係有方今日所講嘅喺某個年齡層之後唔俾買男品等到中二嘅一日。其實今日有方同學都同意方向，但係擔心成效唔高，執法問題。其實有方同學嘅方案係更加難以執法，因為有方其實部分嘅方案係部分食得，部分唔食得。但我哋嘅方案係全部人都唔食得，加上又唔買得，一經發現就當違法，咁邊度難以執法咧？發現就當違法。再者咧，大麻都係禁禁，又係禁執法，我唔明白點解會執法人手不足咯。加上香港而家係全球吸煙比率最低嘅國家，得有0.幾%，而且我哋有健全嘅法制，亦都冇煙草商嘅產業做到煙制，所以香港係有潛質做全球第一個全面禁煙嘅地方。所以有方同學係唔使擔心成效嘅問題。再者，我哋不如睇下香港離全面禁煙距離有幾遠啦。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嘅林大軒教授都指出，香港唔單止要禁止電子煙同加熱煙，更加要立法為全面禁止所有煙草產品成效嘅時間。林教授更加建議香港喺2030年就要全面禁煙。佢表示啊，控煙係全球大趨勢，香港嘅吸煙率只有不足10%，同其他地方比，根本就冇龐大嘅煙草業。而且相對其他國家亦都係法制更加健全，係好有潛力成為香港全球一強。最後，我想問有冇同學今晚唔敢食，點樣解決吸煙嘅問題，而家正走向無煙嘅中國方向？現在最大的政方的意見
品一早就唔係吸煙，仲加有冇害啊？有幾嚴重嘅危害啊？我哋想幫到有共識就係少人食啲啊，所以接下來我哋只需要係做方案上嘅比較，先討論下成效啊。上方針對嘅受眾，有方只係2009年出生嘅人，而我方嘅方案針對所有年齡層嘅香港市民喎。有方要達到呢個中共需要幾十年嘅時間，而我哋係十幾年，所以睇成效比有方無疑係更加好嘅。今日有方高舉香煙嘅有害，既然要限制公民嘅自由，點解唔好似電子煙甚至係大咁樣全禁啊？當70%嘅市民支持全面禁煙，吸煙比率係全世界最低嘅其中一個地區，香港絕對可以喺少於5%吸煙人口之後做到全面禁煙嘅喎，而唔係繼續俾人分享香煙而中煙嘅危害。第二係執行嘅方面，前場問咗有方同學好多關於執行嘅問題，例如轉正啦，10年嘅出生嘅女生有08年嘅丈夫係咪可以幾乎食足成世煙咧？點樣可以打電話專門幫呢個年齡層去做代購嘅人咧？點解唔用加密貨幣甚至係代買去買煙咧？我哋聽到議會呢度都係解釋唔到嘅，有方淨係話咩令新一代覺得煙係老年先食嘅，但係唔俾佢哋食。我就想問下有方同學啦，假設我係08年，你哋係09年，我俾支煙你哋，我係咪我犯唔犯法㗎？唔犯法㗎嘛，新一代係都有機會食到嘅喎。相反，我方方案係比有方更加直接，而家點能加熱煙啊、大麻煙咯？到時候咪點禁香煙咯？有法例、有人手，根本係比有方方案更加有利㗎，仲要少煙得幾大添。就好似時任衛局局長陳肇始喺全面禁電子煙嘅時候就清楚咁講啦，煙草對社會係毫無益處㗎，無理佢咁樣消耗龐大嘅公共資源，維護引致致癌、致病甚至係致命吸煙產品設立啲管控制度，而一刀切嘅取締方法係更加適合政府嘅取締㗎。想反問翻有方啦，點解傳統煙比電子煙更加有害？政府仲要花咁多嘅資源去管喺啲嘢十幾年而唔係全禁咧？食衞局委託香港大學衞生學院嘅調查，發現中小學生嘅吸煙比率仍然係維持喺低水平，但相比2019年嘅0.8%，上升到2021年嘅1.1%喎。當有方嘅機制同我哋講，你哋唔買得大，其他人就得喎。本身充滿好奇心嘅年輕人就會因為咁樣，反而增加咗嘗試嘅意欲，甚至覺得你唔俾我買，咁我就偏要試下啦。就好似電子咁樣，年輕人點解會買啊？就因為係好奇而開始嘅。當難保控煙政策有持續嘅成功，盡快令年輕人無法接觸，係比有方嗰個方案更加有利㗎。最後想有方把握時間比較方案，否則你哋口中嘅方案根本係冇優勢去做㗎。多謝各位。
全面唔敢食煙，唔係突然九年後禁止購買咯。點解有香港咁樣定義？二零唔知幾多年嘅時候就可以全面禁煙咧？因為2030年政府已經預設咗2030年嘅人口比例，嗰個吸煙人口比例已經下降到0.5%㗎啦。所以我哋俾五年時間，佢而家已經好正常啫。仲有你哋話，如果有人同示威，如果有人遊行示威，就阻止到你哋停運咁樣。咁當時啱建成好成行，政府一下就撤咁樣，咁佢哋遊行示威，我哋禁唔禁咧？已經就學校唔同嘅嘢，成日都灌輸我哋點點。
喺全個城市入邊講係吸煙人口咧係低於5%，但係你哋係冇達到㗎。仲有啊，香港係全球吸煙率最低嘅一個國家城市嚟㗎，得9%+嘅啫。而且我哋係有健全嘅法制啊，亦有亦都係無煙草商嘅產業做牽制嘅，所以香港係有潛力。今天香港在禁煙的路程上是在贏的，禁煙、禁電子煙、禁煙
人口係全世界最低，市民七成係支持全面嘅禁煙。有方同學嘅態度就係贏緊就守落去得㗎啦，慢慢撳下個波鐘。我方同學就認為，既然贏緊，點解唔入多兩粒波咧？早啲結束場比賽唔好咩？電視成日都有講，戒煙一定贏。2035年長計一吹，贏咩？我哋成個城市。有方同學方案就係不斷咁加時，無限延長個俾人入波嘅機會。在各位，仲邊個可以捧起大力神杯？仲有一個月就揭曉啦。要諗冠軍每場都要當決賽咁踢，喺禁煙嘅問題上面都係一樣。煙最大嘅特色就係容易上癮，只要你開始接觸，就有機會繼續用嘅傷害你身邊嘅人，所以根本唔可以放軟手腳。阿根廷同德國要出線，可能就係放手一搏。香港要解決煙嘅禍害，需要嘅係一蹴而就。多謝各位。可以由今日嘅八位會員當中揀出三位表現得
機會，政府會講得出，其實你哋大家又唔講得出呢個立場嘅時候，咁你會點處理啊？即係你哋會照出嘅，你對佢哋啲政府佢哋講嘅。咁我哋認同佢，佢都認同我哋噶嘛？但係佢已經認同我哋，即係大家都全部都認同，因為大家認同。但係你哋個立場係交喺佢哋嗰樣嘢，即係你哋所有全部禁曬都好，但係其他係包埋。第二個可能係影響到人健康，咁第二個可能影響其他人嘅健康啦。我暫時聽到係咁。
如果唔係大家好多人冇得做，唔可以夜瞓啦，唔可以打機啦，唔可以飲太少水啦，係即係可以無限咁樣，係啦，唔可以太多咖啡店咁樣。咁所以我係可以問多少少再完，我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即係我 expansion 上面有多少少咁嘅回應，但係都係客權權。咁同樣地，可能同我選擇話嘅其他人嘅健康都係啦。咁其實係咪麥當勞都要捉咗佢咧？因為佢提供產品就係令到其他人健康好差。咁都揾唔到嘛，所以當你哋去逼迫佢哋問咩叫無煙城市嘅時候，不如你話我。
最搞笑，我自己喺網上閱讀嘅時候，可能啱啱中間嘅老師佢講嘅嗰個問題，可能佢會話你哋包咗佢哋嘅立場。我睇嘅時候我好單純嘅啫，佢哋話英，咁你哋應該係話英啊，係嘛？因為個英字係嗰個題目嘅關鍵字啊，因應然性嘅英。咁應唔應該立法啊？咁你應該係正面同我講，點解你認為佢不應啊？佢唔成立啊嘛。咁你哋唔係一嚟話啊，你我哋唔好到結婚啊。總之其實你哋無論係主辯啦、一副啦，甚至去到辯護，都係同我講成邊有咩禍害。你一開始你就講，我哋唔使再討論，以後下一場嘅下邊嘅討論唔好再討論緊個結婚，但你哋道理啲法數都係討論緊結婚。咁點樣可以令到你哋可以對應到呢條題目？嗰個辯題究竟問？再嚟就係從中文，我同你寫作都好啦，寫辯辯論文都好啦，你哋個內容幾實在令到我即係好害怕。呢邊講 Facebook， 即係用社交平台，咁原來即係我老餅係我中年，我老年，所以我用面書，你哋就用 Instagram， 所以你用呢樣嘢嚟提升辯判呢個類比上面有啲過於極端。你哋嘅咩大氣層咩？大氣咩？你哋講完你又回應。好有準備嚟回應呢個大氣嘅問題，即係呢啲咁樣嘅例子嘅類比，會唔會過於極端啊？咁啊，再嚟就係最後，我好耐冇做呢一個辯論聯賽嘅評判，之前做都係 Zoom。咁啊，我自己去睇嘅時候，就係當封辯啊、自由辯論嘅時候，會唔會跟大家會再諗下究竟封辯嗰個要求係點樣，會令到成場比賽更加好睇？即係咁講，雖然我知道個規則啱啱佢哋都補充俾我聽，係可以禁止對面問即係回答嘅。但我覺得有時候咧，嗰個係咪叫風度啊、台風？當你禁止佢嘅時候，係你可以，你有呢個權力，但係你要想你唔俾對方講嘢嘅時候咧，呢一種即係喺辯論場上唔俾人講嘢，然後自己講曬，然後當人哋想講嘢，你又叫佢停一停，停一停，停一停，停一停。喺嗰三分鐘入邊，我成日聽到你停一停，停一停，停一停。我聽咩咧？係嘛？我知道你可以好咄咄逼人咁樣去逼答佢，但係辯論裏邊，我哋始終都係想聽到大家嘅思辨能力。即係呢個比賽，我諗舉辦呢個比賽嘅舉辦方，佢哋係想聽到每一個人嘅嗰個思辨，唔係想聽你啊！我坐喺下邊，我都好被動地死啦！你不停叫打電話問朋友，問完個問題叫停一停，咁我聽咩咧？我冇辦法聽到你想得到嘅嘢，我更加冇辦法聽到對面想。如果係咁啊，嗰場比賽就唔係咁好睇嘅，我唔制。好。之後我有很多問號的原因，首先就是在政府方面
咁我就覺得哦，雪卡係我係以前誒攞嗰啲，或者係人哋係啦，之後似啲人都用嘅喎，可能我係個距離遠啲嘅喎，咁會唔會好少少咧咁樣？咁另外就係、是、另外就係、是、我覺得你哋可以去講多啲點解你要個方案，即係可能話逐步去減少年輕人佢哋去使用呢種產品，或者購買佢嘅話，對佢成個社會可能嗰個反對嗰個阻力會細，即係你就可以 explain 多啲啦。因為我覺得其實你哋嗰個慢啲，你哋話你哋一刀切慢慢循序漸進啊嘛，咁其實你哋可以解釋多啲點解循序漸進係有好啲嘅利處啦，即係例如頭先我見你嘅圖片我都有 share 過，因為你都有講過話係誒紐西蘭嘅嗰個方案先至會啟發到呢條線題啦，咁但係紐西蘭佢可能有講到話係逐步去減少可以放喺煙草嘅商店啦，跟住佢哋嗰個誒用啲自然物誒點咧咩誒尼古丁嗰個含量會減少啦，即係佢哋逐步令到真係推動一個無煙城市。咁既然係有呢啲嘢嘅話，咁你哋可唔可以講下，例如話我哋係循序漸進，我哋嘅先人啲人可以購買唔可以食，跟住再點樣點樣點樣，去最後就會無煙城市，即係可以講多啲。咁樣嘅話就唔會令到人哋覺得哦，你80年後先至可以誒令到香港無煙民嘅，咁係太遲咯咁樣。即係你哋可以做一啲嘢去補足翻個位，係啦。咁去到反方嗰度咧，我就覺得誒、一開始咧我就以為你哋係好清楚，其實嗰個禁煙嗰個阻力，即係你好清楚呢個世界後有啲所謂灰色地帶或者嗰啲窿路嘅，即係你總之講啦，你唔俾你賣嗰啲煙嘅方法係可以食得到，即係唔係話買咗就一定唔食啦。但係點知佢後屘你自己演出到更加蝦處嘅條件喎，就係、是、哦唔得啊，好似動物咁樣啊，你買又唔得，收又唔得，咩都唔得咁樣。咁所以其實你哋個方案反而除咗佢哋講嘅執法問題或者嗰啲窿路之外，其實你哋個阻力更加大啦，你哋黑市問題依然有啦。咁所以我就睇唔到點解你哋個方案比佢更加好。咁所以就呢一點我都覺得有啲奇怪，點解你會出呢個方案啦？咁另外都係頭先講個問題，就係你需要思考先知道嗰啲煙草產品係你哋眼中係有幾邪惡，即係佢哋即係佢有幾差，你需要幾大個力